一般来讲，肺结节是比较小的啊，它是小于3公分的肺内的一个病灶。对于这样那么小的一个病灶呢，手术的风险是非常非常的小，但是呢，极个别的情况还是有风险。主要的风险呢是在这3个方面，第一个就是麻醉的意外，啊，这种可能性也是非常小。第二个就是出血，啊，术中的出血以及术后的出血。第三个就是气胸，也是术中的气胸和术后，因为啊护理不当，因为病人呼吸功能锻炼的不当所造成的气胸。